哎，小英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妹妹，你们好好聊一下。易哥哥，我哥哥经常跟我说起你，今天终于见面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王老师，小易啊，明天的聚会记得要来哦，我有个妹妹想见你很久了。不是我，没事，你去吧。啊？什么？那我走了之后我们再聊啊。哎，这个时候你喜不喜欢呢？我超喜欢的。不用了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再聊一聊。老婆，我表现的还可以吧？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慢一点，什么出来了？户口本偷出来了。还回去！我叫你还回去！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？等你彩礼钱存够了，我都老了。保姆，帮我搓你啊！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嫁给他呢？有了，我就不信了，先民从头说话，妈妈还不让我嫁给你。别装了，起来。小丽，喂，你干嘛？不用慌，再让我去帮你出去啊。喂喂，嗯，是什么？哪来的？我有心跳了。是吗？好，你个陈小艺，占了婚前偷亲，看我不收拾你！干嘛要喷下口水帽子呢？因为我失恋了。站住！别打了，住手！你谁呀、啊？多管闲事！老婆不管你管了、啊，给我滚！你干嘛？你干嘛能欺负你？好了、啊，这不是没事吗？这叫没事啊！傻瓜！说过了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当然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来了。